它没有做任何的扣子，它就是一个开襟式的一个小背心，然后做这样子的一个圆领衔接，然后宽肩式，然后这边也很舒服哦，它的手感超棒的，因为很少有这么亲肤柔软，然后像粗针织的这种排列打法，完全没有任何刺刺的感觉，灰色吊搭果绿，反而会让这一件果绿色的衣服再次升级哦。整件的那个面料都是很有扎实感的那种毛线材质，这件我觉得它算织的蛮密，所以也不太容易勾破，它是这种很立体，有点点像小花感。然后比较厚一点点，收边都收得非常的漂亮跟可爱。然后颜色的话呢，除了我身上的米白色，另外还有一个是绿色的，那这绿就是比较适合拍照啊。